这个是立法院在9月20号即将要开议了，但是昨天有进行第一场的朝野协商，结果没有想到首次协商就不顺利。我们来看到，主要就是因为呢，现在要来讨论一下呢，到时候相关的议题有哪些。民众党的部分呢，现在打算在周五的院会提出要求，卓荣泰率领相关部会首长要针对赖清德政府能源配比还有电价的政策做专案报告，并且会被质询三大提案。好，但是呢，国民党方面则是说，民众党团要求卓荣泰电价专案报告，还有 NCC 组织法立即实施等等，原则上呢，国民党团都是支持的。但是现在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痛批，其实绿营为了护航行政院跟台电，刻意造成协商破局呀，所以呢才会有这种状况。散会后将近2个小时，又回心转意说要来签一下协商的结论，这根本就是搞突袭在装悲情。好，因此呢，我们来看到呢。针对在立法院的状况，前立委郭正亮他就说，赖清德其实现在大家有观察到吗？他都不愿意去拜访韩国瑜，其实讲白了就是他骨子里根本就是看不起韩国瑜。赖清德要处理朝野协商的难度，比陈水扁当初可以借力李登辉还要来得难。好，亮哥进一步就提到了，立法院第二会期开议在即，面对20年后重现的朝小野大的政局，新国会呢首个预算会期开议之后，民众党他预测将会专攻司法法制委员会，国民党的部分呢，则是首要修理两位的部长。好，进一步呢，再来看到，其实哦，主要就是因为亮哥他提到了陈水扁当年在当选之后，都会亲自走访，然后拜会一些国民党的大佬，尤其他获得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协助。好，当时呢，其实王金平还有前总统李登辉，对于陈水扁来说都是贵人哦。但是呢，为什么如今的这个赖清德他就是始终不愿意去拜访韩国瑜？难道说真的像亮哥所言的，他就是瞧不起韩国瑜吗？好，说到了韩国瑜，最近还有一个话题，那么就是呢，韩国瑜立法院长，所以他就是今年国庆的这个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呢。不过现在传出的是，难道就连这个宫古航库都刻意在给韩国瑜穿小鞋吗？主要就是因为呢预算不够，所以韩国瑜就找上了宫古航库帮忙，但是呢这个经费卡关了。因此呢，朱立伦就批评民进党向来就是只看颜色，对于韩国瑜负责的民主基金会还有国庆晚会都是极力的在做杯葛，卡关呢这个是台湾民众所不乐见的，毕竟是国庆大典嘛。好，王浅秋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国家的庆典，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庆，那么当总统的对于国庆大典不是也要付出心力吗？难道还要穿小鞋吗？真的是太尴尬了。好，但是呢，王浅秋也说他觉得他们不敢，不至于会玩这种花样。当然呢，这个郭正亮就提到，他说他觉得很不寻常哦，因为这个是国家的庆典，所以呢，他在访问当中，在节目当中，亮哥则是觉得说，他的感觉好像是公股银行现在不知道民进党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氛围呢，现在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亮哥到底是怎么说的？还有亮哥他分析提到了，民众党接下来在新的会期会专攻司法法制委员会，那么国民党要修理的两位部长是谁？我们一块先来听听看。我认为民进党的估计就是这个会期到处都是硝烟啊，那更不要讲在野党啊。下礼拜一司法委员会，你可以去想象民众党的愤怒。赖清德有一个预算是要一路到2030，光电预算对，编9000亿，对不对？那国民党一定会要求你说明能源政策嘛。那郭智辉，这个政治白目的哈，讲话反反复复的，我一定受重伤了。那国民党在这里应该也会蛮强硬的。嗯，这光电预算，对，还有光电有弊案啊，你认为要实写？我是说，郭智辉的言论，国民党一定会选择几个领域哈，我讲的是预算，当做攻防的重点嘛，啊，那我认为民众党一定是。这个攸关这个司法的部分嘛，那国民党一定是能源政策，这个几乎可以预期啊。那浅见预算争议也很大，可是坦白讲，那个背后是美国啦，所以 AIT 到时候会来沟通啊。那当然，对决的
还包括所有的人事同意权。对，这几个应该这个会期据说不会过了，全部对决，全部对决。那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十月事先案就出来了。很可能全部被推翻。哎，据说下个礼拜或是九月底的时候，死刑存废要结果出来。九月三，听到一些风声。九月二十三，亮哥，你应该也听到风声，就是关于应该赖清德会主张先不废死，而且他的任内应该会执行死刑。对，可是他这次提名的七个法官有六个是主张废死。对啊，那这怎么搞呢？要如何用神的旨意凌驾我们大法官呢？九二三他可能会延议了，因为太争议了啊，而且民调一面倒啊，对，至少七到八十嘛，对不对啊？始终都是七到八十，对对对，而且都非常稳定啊。可是事先案你躲不掉，因为他 deadline 就是十月底，对，那很麻烦。你的大法官就是司法院的院长张文珍，就是五个都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会连，一定扯上啊！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哎呦，蓝白一定会控制程序委员会啦，然后让你都排不上来，就人事同意权你根本排不上来了，根本排不上来啊！这个情况至少会到十月，我认为到十月都没有办法审人事同意权。有人是悲观到认为这个会期都不会拍了。我是认为这样的，省不了了，省不了了。而且现在是民众党最火大的时候。对。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首先先问一下顾问哦，就是说立法院现在是朝小野大的状况，那为什么总统赖清德他就是始终不去拜会韩国瑜呢？然后你觉得在新的会期的攻防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赖清德一直不去拜会韩国瑜，很重要的原因跟赖清德的个性有很大的关联啊。我们知道赖清德过去就是以个性这个极端啊，在整个政坛下来，你说呢？赖清德说，一般我们当政治人物，尤其他是民意代表选上来的，大部分都去跑脱。然后赖清德现在跟大家说，他不大喜欢跑脱，因为他觉得自己常常会讲错话。那赖清德一直不愿意去拜会韩国瑜，我觉得第一点是跟他的个性、跟他的职业养成、跟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政治的一路走来，他就是横着走啊。哦，你看到赖清德，但是个性很硬，硬到完全没有弹性的硬，包含他对谁都一样啊，他对他党内的蔡英文也是啊，他可以当人家的行政院长，当一当突然跳出来砍赖清啊，砍这个蔡英文一刀。然后砍他一刀以后呢，又说那个总统，请不要用网军攻击我，因为赖清德他一路从政一路走来，他展现的个性就是没有弹性的个性，所以他不愿意去做朝野协商，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赖清德他不是一个个性柔软的人嘛，他也不是一个态度柔软的人，他一方面呢，他这个傲气很重。二方面呢，他觉得好像去拜访这个，去拜访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好像会破坏他的原则等等，因为他给人的形象，包含他自己他自己的个性所造成今天整个朝野的困境，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全民去思考，就是说我们选一个领导人是要选他完全没有弹性太有原则，其实在政治上太有原则呢，并不一定是好事啊。我们常常讲说，领导人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社会的领袖，很重要的是不是那么硬，而是他应该要有智慧，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而不是呢这个一条这个肠子通到底。而且一般以一个总统的高位，我们回到前提，以总统的高位，很少人会说他跟哪一个部长啊，他跟哪一个幕僚是情同手足。那其实赖清德所表现出来，就是第一个他也不在乎别人眼光，也不在乎选民的看法，反正林北选上以后呢，你们能拿我怎么办？我就是要这样跟你硬干。那当然，在新会期的立法院，由于这个赖清德的这种干法，其实整个蓝军都看在心，都看在眼里嘛。所以蓝白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柯文哲被司法修理的这么惨的状态下，我想蓝白在新的会期，他一定要在国会里面求表现。如果蓝白这一次没有在国会里面
求到一些表现，没有回应赖清德的强硬，我想蓝白的这些立法委员呢，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们在立法院不够硬的过程中呢，你的选民最后也会唾弃你嘛，就选你上去就是要在立法院守住底线，在国会的改革法案里面呢，不要让赖清德这种霸道这种独裁的模式呢继续在台湾整个社会里面弥漫。所以这也是蓝白当然很重要的两点。第一个，我们当时主张啊，要求这个释宪，甚至把司法院的这些大法官，刚刚亮哥说不要让他进程序委员会，让整个司法院的大法官，因为需要你立法院同意嘛。那现在蓝白你有过半数，你当然啊，你除了司法院的大法官不要让他过之外，更下一步的应该连司法院的这些大法官预算你都可以把它全部呢，预算可以把它全部停摆全部删除嘛，因为你司法院的大法官已经失去你的公正性，所以这一次的国会，我想呢，新会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蓝白甚至要比上一次更硬，比上一次更猛，才能够回馈绝大多数民意的诉求。那另外一块，从民生议题里面，你民生今天台湾很多的社会问题，很多的民生问题，你赖清德不解决，你现在居然还提这个光电预算9000亿，哎，光电在你们整个蓝高屏，刚刚讲到蓝高屏的选举，蓝高屏如果民进党会倒，光电的弊案绝对是民进党倒下去的重要原因嘛，因为整个蓝高屏光电弊案哦，那个吃相难看到什么程度，你们说鱼电共生，结果电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发起来啊，你的鱼根本没有鱼啊，你怎么在讲鱼电共生？所以整个光电产业在蓝高屏是因为潘孟安，因为这个赖清德、黄伟哲这些人呢一手遮天，把整个南部的良田都变成光电产业，结果你的田已经毁了，你的电到底发了多少？你现在居然在整个弊案这么恶劣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你还要执行这个光电9000亿的预算，我想蓝白绝对不能让光电这个预算呢轻易的过关，而且要重启调查，重新追查，把整个台南的光电的弊案先清理以后呢再来执行，而不是你今天民进党你想提多少，你以为你执政你就很屌，你以为你执政你就可以只手遮天，你就可以不顾立法院的民意吗？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新会期整个国会的冲突啊，甚至整个国会的攻防呢，应该会比上一次更激烈。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啊，这几天的高雄基隆的罢凉，甚至民进党在这个礼拜的礼拜六还要在青岛东路还要举行这个青鸟的活动，我认为在整个民进党从这个民间到政府到立法院，整个全面以少数政府要全面去围攻多数民意的过程中，如果这一次蓝白的国会没有比上一次更激烈更勇敢更强力的来反击呢，我相信最后蓝白的这一些立法委员会被蓝白的群众唾弃，所以也要呼吁啊，所以蓝白的群众呢，应该要高度的去关注立法院这些蓝白立委的表现。如果这次蓝白立委的表现不够强势、不够强悍，接下来的4年、3年就会让赖清德一路横着走，他也不管民意，也不管民生，也不管你的司法正不正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朝野接下来的这个冲突一定是比上一次更加的激烈更加的严重。好，这以上我的看法，谢谢。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